我是要站在吴宇森那个位置上，我真的是早下了，我真的是下了。这个我是刚说这么一点破事儿，我就已经急得那脑门子喷死。所以这个，哎，但是你看吴宇森他不是这样。那有时候你会想，你看人都不急，你坐轿子不急，我抬轿子不急什么？不，他急，他也急。我相信他这个，我听说的，他关上门他急。以后没不准确的事情啊，不要跟我讲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是早上第一个事情是，第二件事是怎么安排，是吧？拍什么，是吧？没有见就是没有见，有见就是有见，你很清楚的跟我讲，对不对？你们副导演要组织，一定要组织很好，联络得很好。这么大的场面，我他妈的只有十天拍这个大戏，今天就不等了很多时间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导演。后来，据吴宇森的朋友讲，这是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看到吴宇森在片场发火。只好边拍边抓紧时间填土抢修。Thank you.